螳螂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螳螂。大什么别来下可以吗？爱你。行。来一杯吧。哎呀。全军出击。嘿嘿。要把我的头像放大，要看着我帅气的脸庞。行，很，哎，现在的观众是越来越贪心了呀，要求越来越高了呀。游戏打得好不行，人要长得帅呀，还要给他看，要求太高。这行不好干啊！来一杯吧！一换音乐，普罗帮我看着啊！哎，我们这把阵容，咋感觉这个阵容有点捞呢？你是认真的吗？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？换掉可以，不亏的呀。就算甲子爱在哪里复原，回家喽，有点难啊。这我都不敢蒙了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。好。我四级，马上五级，现在等级领先他。我们先刷一波啊，看看情况。
这个中路的话呢，不好抓。被发现，赶快走，换个地方。哎，打一枪换个地方，让对面捉摸不透，不知道你在干嘛。是乃打野最高境界。单杀可以的，六七好像没有，我不需要我帮忙一下，那我们先晃一晃啊，刷刷野怪，不着急。演员，谁是演员？我们这边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太好帮得了啊，我离得有点远，我先把他野怪吃完吧，因为他这个长长的爪子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爪子歪的吗？抓人抓歪的，你看到了吗？可以的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看到了吧，咋感觉你不走呢？我给那信号你没看到吗？哎，你这个有点啊，不应该啊，你这看给那信号也看到了，死了。上路不管了，上路他可以单杀，我怎么想帮他一帮，结果他自己搞得定。看看下路有没有角度，好像没什么机会。很谨慎，这小炮装备有点差，不太好帮，这把下路有点难搞。Oh, yeah. 有点难搞。来，哎，好，我再可以打，我再可以打啊，看好我的距离，勾引一下，这可以搞一搞。时间到。
抓，这下路也帮不了，又猥琐，中路又是吸血鬼，上路吧，我们只能逛街了，我们只能逛街了。是塔皮龙没了，主要他螳螂刚拿完龙就不能打，完了，这下路老鼠无敌，这波不能追的，也不能打。还有血池，这种局就让我很难打了。但我可以考虑单杀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抓不到我就单杀，刚才这波不能打，打的话我们死了，因为他们刚拿完龙，知道吧，那边很快就能赶上来，吸血鬼有血池这个英雄的特性，所以我们必定放弃，明白吧，他没有血池这个的话，那他死了，我直接一闪开他，他螳螂来不及，兰博是一个没有那种晕眩晕的英雄，如果有眩晕的钢铁也可以打，甚至可以秒他，但他开不了血池，所以这个技能一定要了解。先来一个这个，再来一个秒表，躲一波爆发，可以躲一波爆发。这把下路有点僵硬，我们得防着老鼠，这老鼠有点无敌。马上到。没法帮，这个角度还可以，很刁钻，可以单杀，完美。我想看他们这个后期的。上了我了，
快走，快跑，溜溜球。好，我们找机会下去。哇，五个头，这么肥吗？火龙第二条怎么说？感觉这个老鼠不死，我们团战赢不了。我必须要盯他一波老鼠，但我又没死，不太好盯。我有闪的话，他的输出空间很窄。有没有角度搞一波？这个也搞不动了呀，他们这个我也搞不动了呀。来一杯吧。啊，这一把有点难打了，我看看这个峡谷能不能偷一波。上当喽！这一手反手的惩戒怎么说嘛？是不是充满了智慧的一层？哎，不要啊！这一手惩戒充满了智慧。偷一波，只能这么说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老鼠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！这个时候开不划算。他有这个东西，我靠！没这个东西的话好。哎呦，他这个金身很尴尬。下路太肥，这个老鼠十二级，哦，快来呀！哎，你在干嘛？我靠，你别坑了就挂机啊！我们这把能赢的耶，我很肥。完了，这就很僵硬了呀。
挂机。没得了。哎，这个人挂机了。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并不是很强，他选择了放弃。全部都可以，反正加不了人满的，这么说吗？啊啊，可以可以，问题不大啊，加到满为止。这个一定要盯住的呀，这不可能把他放跑了，对吧？不然这 Vin 的闪白交了。可以，九江区，行，可以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对不起，不但狠，而且还快。加注，猛的要！哎呦，还是赢不了。还是赢不了的呀，小者我也不来，在我家我也没办法。能不能浪一浪啊你们？闹一闹啊，想问一下能不能闹一闹。闹一波怎么说，抓住机会还是可以翻的，跟我走。哦，这把没有机啊，无度了呀。班德尔炮手不可阻挡，行行行，退出了游戏。